这轮之后还有一轮啊，各位。哇，我们激活一个三角合一，各位，你敢相信 ？OK， 答案来了，看看今天老虎运气如何，走起。今天戴人种将和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中线队讲游戏要用短线策略，感兴趣的观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OK， 这边是有人说到了两毛五走人了，直接二十转，看看运气如何。走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OK， 投入了120，盈利150，策略成功，走人了。OK， 来到了这边小金人，刚才测试那边中了一个 Line Pay， 不错的哦。这边是有人输到1.8走人了，我们直接二十转中注，看看这边机器状态如何，走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18 19 20。 OK， 急急紧就走人，机会留给有缘人。这里大运总在做复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中了一个十倍的 Line Pay， 但是我没有走。正常情况下呢，中十倍 Line Pay， 大运总认为是短线策略的话可以下机了，大家不要学我哟。OK， 来到了 Mr. Cashman Link， 刚刚是测试了一个Stinky Rich， 这边看到一个输到6毛走人了，我们直接尝试二十转中注，看看这台机现在状态如何。走起，一个，两个，三个。OK， 遇到 Teeter 就走人，机会留给有缘人。OK， 这边是遇到 teaser， 看看这边，这边是有一个玩7.5输到1毛钱，哎，直接二十转中注。OK， 走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OK， 遇到 teaser 就走人，机会留给有缘人。 OK， 来到大富翁啊，这边是碗已经挺满的了，是连机，但是旁边都没有人。我夫人以前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看看这个机器啊，如果没有人在的话，我们采用20+20，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走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OK， 开始，走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说 ，OK。Nice! It's the expanding reels bonus. OK, 下一个游戏非常不错。哦，这个不错。激活了这个，就是这个游戏之后我们还会再玩一次这个，这个二十加二十值了，各位观众。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勇总之前说的要玩简蓝严级老虎机哈，然后一定要是等旁边机器没有人的时候，捡漏的成功率更高。又加一个游戏非常不错，三个游戏怎么说？最后一个怎么说？这个之后应该还有一个蓝色的。Great job, and you get to keep going. 各位观众，看看第二轮能不能见证奇迹，走起。哇，我们又中了一个蓝色的， nice. 我们又中了绿的，各位。这一轮走完之后，两个同时激活，我的天，各位。策略成功，我可以加一个游戏非常不错。三个，我加了两个游戏，非常不错。还有两个游戏怎么说？最后一个。这轮之后还有一轮啊，各位！哇，我们激活一个三角合一， yeah, 各位，你敢相信？
OK， 这一轮完事还有个三奖合一，各位看看下一轮如何。Nice win。这个算是我大富翁里边最疯狂的一次啊，最疯狂的一次捡漏。看看最后这个最终 boss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运。OK， 加了一口气，非常不错。又加了一个游戏，非常不错。哇，三个金币，非常好。哇，这个不错。三个金币不错，OK， 还有七个游戏，怎么说？还有六个游戏。哇，这个不错，这个厉害了。灯笼连上了 ，OK， 非常不错哦。哦，加了一口气，非常不错。OK， 我们差一个就中 Major 啊，出差一个对联，还有三个游戏，看看能不能出奇迹，各位观众。还有两个游戏。哇、哦，炮竹，差一个茶壶，差一个茶壶，我们可以中 Minor。哎，最后一个怎么说？哎呀，没中了 minor， 可惜了，但也非常不错了。OK， 非常精彩的一轮游戏啊！OK， 老爷爷为我们鼓掌。这是我夫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老爷爷，大富翁老爷爷。OK， 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们投入了是120-130块，好像，哎，盈利了380左右，走人了，非常不错。有人问大冤种，为什么玩中线对讲的游戏时用短线策略？原因很简单，第一，中线对讲游戏特性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在50-100个游戏区间出特殊奖励，长线对讲游戏是在100-200个游戏区间出特殊奖励。之前的玩家如果输完下机，多数情况离中奖的区间范围已经不远了，所以采用短线下注策略。第二，大部分单机老虎机平均支付倍数在40倍左右。如果用短线策略，我们玩20个重注游戏，或者20个小注加20重注游戏，是有盈利空间的。如果我们用40个重注去博特殊奖励，那么从长期来讲，我们是入不敷出的。这就是大冤种所强调的，玩老虎机的宗旨是以小博大。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运气不好，选的机器一直不中的情况下，由于下重注我们会亏损。但是就算是下最小注，一直坐在那玩几个小时，运气不好的情况下，他们亏损的情况未必会好过我们。但是同样中奖的情况下，我们赢得的奖金一定是非常大的。那些最小注的玩家中了奖，赢的钱反倒是不痛不痒的。
这就是我们短线策略与一般老虎机玩家本质上的不同。对了，大冤种在会员区做了一个列表，里面有如何分辨中线对讲游戏和长线对讲游戏的方法，大冤种亲友团的成员记得去看看哦。还有大冤种的会员开放了微信群，还没加入的亲友团成员记得来看看哦。在这里你可以和大冤种还有其他经验老道的老虎机玩家探讨老虎机策略。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见喽。点赞了吗？订阅了吗？快点，下次再来哦。